尽在运通。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奇远分析师，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准时一点的这个直播啊。今天的直播要跟大家讲什么？讲这个大盘啊，到底能不能有机会啊，重见曙光啊？那我们先看今天大盘上涨了20点啊，20点今天量能只有946亿啊，可见今天呢、啊，大家兴趣缺缺啦，哦，没有什么买盘啊，哈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几根跌下来，大家都跌怕了、哦。我跟大家讲哦，这个年线是上扬的，年线底下、哦、都需要观察。为什么要观察啊、哦？因为我们依照均线扣底的角度来看哈、哦，大家看啊、哦，这个扣底的角度哈、哦，这个所有的均线都下跌嘛，就只有年线上扬嘛。年线如果也是下跌的话，代表未来的这个半年以上啊、哦，这个指数啊哈、哦，当然就是偏整理比较多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这个是年线扣底的位置，这画面比较小，可能大家没看到。如果你就这个画面来看哦，你会发现我们的扣底点跟这个所谓年线哦，其实高低其实是相差很多的。所以这个红色这条线是均线嘛，红色年线是上扬的。所以以过去的角度来看哦，跌破年线的时候都有机会什么，都有机会看到买盘哦。所以呢，我认为啦，现阶段来讲不是你悲观的时候。不是你悲观的时候，所以你从这个昨天很多中小型类股开始杀盘嘛，可是今天你发现昨天那个跌很凶的股票，今天都涨得特别凶啊，啊有的可能就是底盘开低就拉上来了哈，那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当你恐慌的时候，当你恐慌的时候，你反而更要冷静。我常说啊，人在恐慌的时候所做的决定啊，你回头去想一想啊，都是最令人怎么难忘的啊，不能说难忘啊，就是你可能会后悔。为什么会后悔？因为有时候当恐慌来的时候，你可能做的一些决定可能不是那么的恰当哦。不能说完全没有理智啊，就是说它比较不那么恰当。那不那么恰当，可能有的人是这样卖完之后发现后悔了，发现后悔了哦。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哦整体的这个盘势的变化，你看到其实红海昨天是红的嘛，今天又开始红哦。所以红海的部分，你要观察它后续能不能说。哦，低点能不能守住？什么叫低点能不能守住？比如说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哦，全指股这个台积电，台积电今天有没有低点？哦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就好了啊、哦，有没有低点？好，今天又有低点出现了哈，那低点又出现了哈，好，那如果未来没有低点出现的话，好、哦，那大家就可以来观察。那鸿海是在礼拜三的795哈、哦，这边是出现一个低点，那到底后续能不能止跌，还是要看这个低点能不能撑得住啊？我想这个才是最大的一个重点。另外还有台塑化今天小跌，还有中华电啊、国泰金等等这些哦，你会发现今天涨的这些什么金融股的部分，好、哦，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电信股啊，这都是所谓的。指数相关的股票，好，指数相关的股票。但是如果说你看到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被动元件啊，被动元件像这个278哦，278今天大益涨停哦，然后这个2327国巨今天是停牌嘛，哈，停牌，所以它没有量能，没有成交，好，日电猫今天又涨停了。好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说，当你看到反弹的时候，有一些个股的部分哦。反而是你要去观察它为什么要去做一个反弹的动作。那当然最近很多哦一些消息出现哦，包括这个跟被动元件有关。那消息真假你很难去确认啊。那你去确认真假，等你到确认完的时候，股价大概都反应了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讲，为什么我们要用均线扣底来看股票？你看昨天哦，这个风电哦，风电大家都觉得说这个事已经是不要去碰了啊。风电这个都。哦，台语讲的是什么都落晒了哈、哦，你看这个，可是今天你看风电买盘是怎样？那我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哦，你看这个还在关紧闭的这个台船，你看台船早上打到跌停了，然后你看现在平盘之上，哎，这中间差多少？各位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3708，你看上尾头哈、哦、也是哦，早盘到这边拉上来，好、哦，拉上来，好、哦，那看这个2013哈、哦，2013中钢构哦，现在还没有到平盘哦。好，现在也拉上来了，各位啊，这些都是跟这个所谓的风电哦有关的哦，9958的四季钢也是哈、哦，也是拉到平盘上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很多人跟你讲，哦，状况很差，哦，当很多人跟你讲没有希望的时候，好像往往都是一些哦可以观察的点位。你有没有发现？哦，这就是什么？当市场一片这样认为的时候。它反倒是一个你要去逆向思考的事的一个重点啊。比如说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差协同理论嘛。什么是差协同？差协同就是说哈，这个有一个投资人哈，他在美国的街上，
啊，想说这个华尔街啦哈，那在想说休息的时候吃饭，吃饭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个擦鞋桶在跟他什么，在帮他就在擦鞋子，他想说那皮鞋黑，这个有点脏，给他擦一下，就开始擦皮鞋，擦擦擦，他就说，哎，先生，你有没有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股票啊？然后这个时候，哎，那个客人就想说，哎，我刚好就是投资专家，你问我这个问题，怎么会想要问这个？好，他就开始问这个擦鞋桶，擦鞋桶跟他讲说，哇，现在大家都爱买啊，哇，听说好会到多少钱，到多少钱啊，所以我会赶快去买一张啊。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？他想到的是当如果市场上全部的人都在看好这张股票的时候，哇，那后续还有谁会去买？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就是说他那个时间点他开始发现说股市已经过热了，果然从那个点之后，后续这个股市就开始一路往下掉。所以当市场上每个人都跟你讲股市很不好，股票很不好，股票快死掉了，哦，这个没有希望了，这个时间点来讲它不会是一个低点了，因为大家都已经你可以想到大家都已经出掉了，大家都已经出掉了，那最后呢，就是要打底了嘛，就是要打底的嘛。那如果说相对的，如果说今天大家跟你讲说，股市可以上看多少点多少点多少点，哇，这个是你要担心的，你如果连这个街坊邻居大家都在讲哦，或者是你的好朋友在跟你报牌的时候，你要特别想想这一点哦。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，大家都知道这个理论，那这个就不足以去参考，它或许是什么一个所谓的波段的高点。所以要跟大家讲这个概念哦，比如说我们看我们的加权指数。哦，加权指数这个从这个先前这个11000点哦跌下来，你看跌多少下来？我相信哦，这个过程当中，包括这个股灾的过程当中，很多人睡不着觉，这边一定有很多人停损啊。我们看过去嘛，为什么？因为千点的美国千点的跌幅吓死所有的人哦，卖掉之后，你看哇，回头看这边都后悔了。每个投资人都知道，逢低买进，逢高获利出场。可是每个人都在做什么？这个看到这个股票跌的时候，赶快杀出；涨的时候赶快去追。就是你知道的道理，跟你做的动作是相对的，是相反的。比如说，我们知道是什么低买高卖嘛。可是往往很多投资人是怎样高买低卖，会变成这样哎。啊，你知道买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理由，很多的不管是基本面了哈，技术面啊，一定有很多的理由佐证你买进的理由，会形成你买进的信心。可是当跌的时候呢，你完全受不了，受不了的是什么？不是因为市场上的这个利空消息而已，而是股价真实反应。比如说，它可能昨天很多股票跌停嘛，你看融资昨天也是减20几亿啊，那减这么多之后，那你会觉得说，今天股票反弹，啊，昨天我干嘛去卖？所以很多人开始想这个问题。你知道今天有很多像我在赖群里面有很多好友，昨天我跟他千交代万嘱咐，你要忍耐，那他们有些股票就是，也是追强势股啦，哈，追强势股。跟他讲说你要忍耐哦，这个明天好会好一点哦，我们相信明天好。那今天好一点的时候，你再去问他的时候，他就说老师，我昨天全卖掉了。啊，昨天跌停你干嘛卖？啊，就手指头控制不住，担心睡不着觉。我说那你卖掉之后，你昨天有比较好睡吗？他说还是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要睡觉的时候看到美股涨，你知道这个是很有些人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哦。要睡觉之后看到美股涨，哇，更后悔了，更睡不着。早上来的时候。就跟我讲说什么，老师对不起，我不应该不听你的话。我跟他讲，不是听谁的话，而是说，你尽量不要在你恐惧的时候去做决定，你尽量不要在这个市场一头热的时候去做买入。你只要把这个人性哦，你学会平静、平常心去看心情。哦 ，A 股票涨停了，哦，好，了解，涨停就表示什么？很多人买嘛，很多人买就不要去抢了。股票1000多档，你何必去抢那个热的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其实上节目啊，不是讲什么技术面了，我觉得都是讲心里面。你只要把这个心理做好，比如说我们看到大盘现在这个时间点啊，有些人这个地方是一直马上要赶着卖，有的人在这个地方是哦，赶快去看什么股票比较好的可以来捡。你看这两种人的特性是完全不同的，所以我们从一个盘势来讲，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格特质出来。那你要当哪一个？所以你看哦，这个我的资料写什么？我的资料写说，这个风电礼拜一啊，要这个遴选要开始揭晓。那揭晓之后呢，今天就有买盘低接。我刚刚就打了几张股票给大家看，低档去做一个承接的就出现了。这个是一定会有人，一定会有人这个时间点去抢它，因为你看到跌那么多嘛，所以一定会有人抢哦。但是我要跟大家讲，如果我们从产业面来看哦，这个成长的趋势是确定的，因为政府要做这个东西嘛。
好，我也跟大家讲过的，我们现在核能不可能发展了嘛，对，这核四都已经停了哈。那火力发电也不能一直烧嘛，这中部的朋友会抗议。好，那看到这几个重点之后，我们想到，这个干净的能源就是这个太阳能，那太阳能可能这个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好用哈，所以就开始转向这个风力发电。那风力发电好不好用？我们看英国、看欧洲都在用，好像用得不错。那既然用得不错的话，那台湾来装一下哦，这个就是一个趋势。所以如果说你除非有比这个风力发电更有效率，更也是一样是绿能哈，更有效率的这个方式哦，否则我想这个产业哦，成长是几乎是确定的。那当然周一遴选之后，不管是谁中，我认为是大家都有机会了哈。这种东西不可能是单几家来做寡占性的这个动作，我认为是一个应该是都有机会。好，那都有机会的话，那整个产业就有机会慢慢的往上来做成长哦。那都有机会的话，彼此有什么状况哈，也可以互相去做一个支援。所以呢，这个产业到底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？我们待会这个节目下半场哦，这个奇远帮大家把整个产业的这个项目稍微讲一下，顺便哦带几档这个生技的个股啊，让大家做参考。我们等一下广告后见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。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全国投资朋友，想知道如何选择好股票吗？我用均线扣底推算法，帮你在起涨之前找到最适合的好股票。网络搜寻17侯雅8，或是加入我的 LINE 生活圈，就可以跟我一对一的双向讨论。我也会亲自回答你持股的问题哦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全国投资朋友，想知道如何选择好股票吗？我用均线扣底推算法，帮你在起涨之前找到最适合的好股票。网络搜寻17侯雅8，或是加入我的 LINE 生活圈，就可以跟我一对一的双向讨论。我也会亲自回答你持股的问题哦。禽流感，勤洗手，确实消毒，鸡肉蛋要熟食，要买合格标志的禽肉蛋制品，不生食，不购买，不自行宰杀，不喂食，不接触，三要五不勤防护，人间处处有晴天。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奇远分析师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哦，大盘现在目前是上涨36点哦，这个休息一下，这稍微拉了一下哈，量能还是很少啊，不过呢已经来到1000亿哦，1000亿来讲的话是基本上是一个算是比较量少的啦。一般如果说量正常的话大概1300啦，好一点的行情大概是1500啦。那台北股市的今天的量少到这个大家可能都不敢买哦，昨天你卖掉的人现在不买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昨天卖的低嘛，今天又拉上来也不可能去买了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性上的考验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就是说在整个产业，我们刚刚把这个大盘讲了一下，我们先来讲一下产业面哦。这个风力发电哦，风力发电这个0.5G瓦跟3G瓦是它去做一个分配的一个筛选嘛。那之前10月20号是跟这个0.5G瓦，那这些所有的遴选哦，在这个礼拜一就会公布，那到底谁会去被遴选到，这我们不会知道嘛。不过它有几个考量点，就是第一个本土自主化哦，这个是我觉得是也是政府要注意，就是说尽量能够落实我们本土化啦，就是我们台湾有一些工作机会嘛。那第二个就是当然还是技术要可以啦，总不可能说技术
不行嘛，哈，这是一定的哈。所以技术能量，我认为哦，这个技术能量一定要有了，啊，有的话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那环境呢，这个都经过环评嘛，就是所有的逢场都是经过环评的。那财务能力，我相信哦，在政府的整个支持之下，我相信后续来讲是乐观的，是乐观的。那这些东西都是在之后来做一个所谓竞价，竞价就是到六月份才会知道了。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哈，针对已分配的，比如说可能这个三 G 瓦跟0.5G瓦这两个部分来讲，分配的容量大家去做一个所谓的竞价，那当然也是价格标，这也是价格标，所以这个是礼拜一会知道遴选的这个顺序嘛，因为遴选的这个结果出来才会是整个哦，比如说哪家公司的这个后续的这个是不是有这个竞价，那我认为是基本上是每个厂商都会有机会，因为。这种标案不会是只有一家独得，也不会是只有一两家，这个其实有点怪。好，那如果说多加一点，那大家都有机会，那我觉得是比较好的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台湾，整个封厂的部分哈，这个很重要。当然这个图有点小，这个图有点小哈。这个是示范封厂哦，是这个海洋封厂。我们在2015、2016的时候，这边都有一个示范封厂出来，好像这个海洋封厂就是。那2020年还要完成示范封厂，这些示范封厂就是什么？你今天要去营运哦，就是说你今天确定你现在做出来的东西是 OK 是可行的，然后真的开始这有在发电。好，你不是随便讲讲的。那有发电之后，我们再评估整个是不是照你当时所定的这个计划书去做，那计划书如果去做的话，当然这个方向的部分就可以去扩大你后续的这个容量的部分。那我们当然最终的目标是什么？最终的目标是到2030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超过这个4000百万瓦哦，单位是百万瓦。好，这个等于是什么哈？等于是这个核二发电的容量哦，这个稍微有点远一点，导播那个镜头拉近一点哦。这个2030年，我们是希望可以来到这个哈两个发电厂核二跟核三。这个是两个发电厂的这个容量哦，那你听到这个，当然心里面会很开心，就是说，你看这两个风厂的这几个风厂，它的发电哈、哦，可以把它拉成这样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，就是说，它可以去抵两个哦核能发电厂，当然我们是希望最起码可以抵一个啊，这样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众大家比较放心嘛，没有核能就感觉好多的哈、哦。那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我想这个方向是哦，我们确定要去做的那。也不可能说只有一家会独得啦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说相关的一些概念股很多哈，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做一些分配，分辨啦哈。那比如说这边里面有一些哈，比如说我认为它的这个，整个算是比较有国际化的哦，像这个上尾有在做嘛哈，还有这个永冠也有嘛。那当然这个大同大友这些都是在做电缆线的，这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中钢、世纪钢这边是做水下。基础的部分哦，那因为钢材的部分哦，这个所谓钢材的部分，因为我们做的这个离岸的部分是比较多交，刚好跟大家讲哦，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说，我们现在离岸的海域的部分会从2架增加到未来的600架，所以这个部分增幅是最多，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图拿起来看哦，会发现水下基础的部分哦，基本上为什么先前世纪钢会长成这样，其实也跟这个所谓容量有关哦，当然中钢这些也是哦哈，那永冠的部分是铸件，好，铸件这个是牵扯到技术嘛，因为铸件的好坏跟你这个哦，仔细想跟你的这个金属的这个这个属性有关了、哦、哈，啊，另外还有一些齿轮圈等等这些哦，那上尾的部分是负责这个所谓的树脂哈、哦，这个地方是比较偏专利的啦，到底能不能抗海水的这个腐蚀哈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们把这些个股大概看了一下，就有些概念股其实它都是最近有机会哦，如果真的有机会真的是在产业上可以提振一下这个营收的表现哦，那我们看一下在整个。外商的投资来讲哦，目前是这个单人哈，这个是丹麦它投资的金额是好预期啦，预期是比较多，是3000亿嘛。那哥本哈根 CIP 哦是这个2700亿，那达德能源呢是 WPD 哈，是德国的哈，德国的是1000亿，那加拿大的这个北方哈，北方他们是投资这个1500亿哦，那这个海能风力是这个风场的名称哦哈。好，那这几个风场，我觉得我们。有9家的团队在竞选哦，在竞选这个遴选了、啊、哈。那当然，这个如果说大家都有机会的话，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，全面性都能够受惠到我们这个本土的一些产业啦。所以希望就是说，
我们本土的这个工作的机会能够多一点哦，哈。那当然有些技术性的是还是要依赖在这个外国的部分了。好，那我先请跟大家讲几档个股，就大家可以注意，但也不是只有这三档啊，其实很多档大家都可以注意了。好，3708的这个上尾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现行哦，这个有到平盘之上了嘛，哈。那可见就是明天这礼拜要遴选啊，有人就先进来哈，而且是也是有买盘出现。好，这个雅丽呢，雅丽在这个大概这个大概10点11点的时候有买盘进来。那我们看一下1519的华城呢，华城也是哦，这个买盘有进来哦，原来尾盘有开始有一些量哦。好，那这些公司，我认为就是跟整个风力发电是有关的。那如果说我们就技术线型来看哦，比如说我们先看这个3708上尾，3708上尾呢，这边黄色的线哈。黄色线是月线哈，那如果说我们用月线的扣底值来看，月线的扣底到这里嘛，礼拜一跳到这里，那如果没有上去的话，当然就下完了哈。那它会不会上去，我们不知道哈。我是看到线型是这样哈，如果礼拜一好它往下跌啊，这个月线呢就会走平，那整个阳角基本上哦，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变化。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变化，就是因为这一根长黑跟这一根长黑哦，这几根长黑导致整个斜率变，本来的阳角是很大嘛，这边出现变化，这个变化就是整个所谓的盘势的一个震荡的产生，好，产生这个所谓的这个斜率的变化，好，那斜率一旦变化之后呢，就看它这个礼拜一到底怎么走，如果礼拜一，哦，这个扣底值跳上去它没动的话，或者是很像整理哈，这个线就会走平哦，所以每天的这个盘势的变化就可以去了解它均线的这个变化。那另外我们看一下1514的这个雅丽的这个线型的这个变化是比较看不太出来的，整个斜率好像都是还是保持得很好。那因为它的这个月线扣底值啊还在低档区，那因为它都是横向整理哦。如果你看到这个所谓3708的这个上尾，你会发现它出现一个往下的这个趋势哦。当券哦，这个当券就是很明显。那1514的雅丽呢，它反而是一个所谓横向整理的平台哦。那这个都是震荡洗盘啊，你看这一个长红一个长黑哦，一般股票是不太可能会这样走了哈。好，那华城的部分呢，斜率也是还好哦，斜率还是还好。那这一条的黄色的线就是月线了，不过它跟雅丽比起来，整个线型它是比较混乱的一点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它上去又下来，上去又下来哦，这股票特别震荡。好，那个股的这个股性不同了哦，那大家可能对它看法也不一样，当然每只股票的这个表现不一样。不过我们可以确定，就是说以目前来讲，整个风力发电的这些概念股哈，包括像这个2208这个台船哦，也是哦，他们的线型都是所谓的一个阳角往上走的。所谓阳角往上走，就是这个线的斜率哦，这个是台船，好，它的线的斜率是往上走，这个斜率哦。就代表说这档股票的强势程度哦，什么叫强势程度？我举个例子哦，比如说你今天看这个哦，最近生技股比较夯的是这个中裕嘛，看中裕也是阳桥往上的，可是你看这个4174的这个昊鼎哦，你看这个就是哦就弯下来哈，这个就比较丑一点哦，这个就是连线下弯的股票哈，连线下弯的股票哈就是一个空方排列的股票哈。那另外我们看一下6446的耀华药哈，它也是阳桥往上，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黄色的这个月线哦？黄色的月线是跟这个中裕是不是不一样？我们看一下中裕哈，好是不一样哦，这两个是不是就不一样啊？这当然代表就是说个股的强弱势程度是有差异的。那啊，我们看到风电里面就是大概就是每个几乎都是阳角往上走，那表示说这个盘势来讲，基本上整个类股来讲，它还是在震荡。还在震荡，那大家也是在等这个遴选之后的结果。那遴选之后的结果之后，才会看到每家公司可能它遴选的顺序啦，那封场的部分到底拿到几个，这个才大概会知道，接下来才会进入这个竞价。啊，不过市场上是比较关注遴选的结果啊，这个比较主要。好，那我们风电讲完了，风电讲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生技好了。为什么讲生技？因为现在来讲哦，第一个为什么不讲被动元件？市场上很多人讲被动元件呢，我相信你看他们的也都够了。那我这边讲一些风电，因为风电都没有人敢讲，那跌停也没有人敢讲，这个是当然我就义不容辞出来讲一下。那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药的部分。好，那但这个生技是大家都会讲的。那生技里面我认为大家去看一些它的这个题材，它的一些个股，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中裕好了。中裕呢在去年，来我跟大家看一下现行哦。这个地方是去年十一月，去年十一月的时候，他送件嘛，送件等这个 FDA， 好 ，FDA 就回复他说，那个你们中裕啊送这个件啊，因为那个已经十二月了，好，十二月中旬，那我们要过年嘛，过年所以我们就延到三月份，哇，这个消息一出来，这个缺口啊直接往下跳，嘣嘣嘣，来到168块，好，168.5啊，好。这个意思好像就是叫你一路好走的意思哈，从168.5开始之后呢，就没看到低点了哈。那后续整个通过之后跳空往上涨两根，横向整理，现在法人也进来了。
我要跟大家讲是什么，就是说在个股的成长的过程，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消息，所以你如果说因为消息而干扰到你，那最可惜，最可惜。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从均线的角度去看哈，我们看一下均线扣底，好，比如说它这个扣底的角度，好，扣底的角度到低档的时候，角度到低档的时候，到底这只股票有没有机会？它的仰角是往上的，那其实你也不能说它是偏空嘛，它慢慢走过来之后，你会发现扣底跳上去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我们股价每过一天扣底跳上去，扣底跳上去的时候，这条黄色的线就会变化。可是它有掉下来吗？哎、欸，有，好像有跌破这个月线哦。月线感觉要走空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又站上去了。从这一根跳空上去的这一根长黑来看哦，大家觉得是黑嘛？那我会认为说它会是一个洗盘之后往上跳的攻击量哦，这个是一个整个看扣底的方式。所以大家有时候看扣底的时候，不是说只有单纯看线型。另外像这个1785的这个南光哦，它也是1752哈，南光哦也是这个多头向上，6446亚华药也是哈，还有这个6541的这个泰孚哦，我觉得这两个股大家都可以留意，就是说它的技术线型是正向往上走的。那说着时间也快到了，那这些个股我认为大家都是可以去观察的，只要是均线往上扬的，后续都会有机会哦。那节目进入的时候，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等这个遴选的结果，那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，超强名师阵容，直播现场即问即答，盘中及时为您解答。即日起，每天早上9点开始，敬请锁定运通财经台台股直播室。全国投资朋友，想知道如何选择好股票吗？我用均线扣底推算法，帮你在起涨之前找到最适合的好股票。网络搜寻1748，或是加入我的 LINE 生活圈，就可以跟我一对一的双向讨论，我也会亲自回答你持股的问题哦。谢谢好友吧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全国投资朋友，想知道如何选择好股票吗？我用均线扣底推算法，帮你在起涨之前找到最适合的好股票。网络搜寻1748。或是加入我的 LINE 生活圈，就可以跟我一对一的双向讨论，我也会亲自回答你持股的问题哦。我势在必行，比赛我全力以赴，但这些我看了就害怕。有吗？